以征求志愿者。哎，听好了，麦克风。征求志愿者来购进啊。麦克风不要说放着，然后就都没有办他这样子，没有看他。哇，有没有？就是要天天打。比如说啊，听我说，比如说蜂蜜煮的，它现在就变，等一下是不是都是水了？它上面是不是会没泡到？这时候我希望我们大概有两三天啊，那较久啦嘞，你就去甲搅拌，去甲拉一下，会上下均匀安尼，吼。然后呢，可是第一个回去的时候啊，它这个东西我们今天的量还好，算一半哈，6.6，表示哈。其实这个瓮要是说做到十斤的话，我怕太满了。好、哦，你看这样子，现在是6.6，我怕就这，所以它比那个6.6是还可以，所以十斤是没有。那么这个东西做的过程当中会发酵，哎，滴滴不喘，那你就是不能用多，我们宁可少。所以我今天这个瓮是买25瓶装的，哈、哦，那它可能当今天做。醋的时候就刚刚好，6.6又醋，因为我们没醋的话是1:1，就是一斤的糖，一斤的梅子，一斤的醋，哦，它是可能就可以了。那我刚才说的，你今天回去的时候，你现在可以把它关紧，对不对？回去绝对要打松，哈、哦、，OK， 好看，这样关得紧紧的会爆炸，因为它是酵素。哎、欸，我们以前有爆炸过，谁呀？谁呀？以前不知道谁有爆炸过啊。